王纳德波那些自我打脸合集。男人怎么能害怕呢？然而，那啥，听我。讨厌的蚊子差点吓死小爷我了。男人怎么能害怕呢？我喜欢他向我汇报。先是小心翼翼地看一眼战哥。原来人家导演女儿就是一个几岁的小朋友。我喜欢他向我汇报。完蛋了，我哥生气了。想想，我下午，等一下，让我仔细想想。好了，不用想了，反正你说了，让我别管你的。屁嘞，我说了吗？你们都别笑我了，我哥拍戏那么辛苦，为我哥做人工支架是我心甘情愿的。我喜欢他向我汇报。我是爱豆王一博，跟演员肖战不是一样。以前的渣男海王，我打爱豆不是这样的。但是我还是喜欢清淡的你。一句我喜欢清淡的你，爱豆海王波变成了王大爷。思念，故乡情分。那就是我的爱豆吧。喜欢就是不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。越缠着我越难受。可是你是你哥的粘人精呀。勾勾手指就上前，一个威压都拉不住的男人。打是亲，骂是爱，追着他哥满场跑，这超强的控制欲，离开一步都不行。好像我们给肖老师也布置了作业。